熬了半天，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已经给了你差不多6个小时，半天刚刚好，我明天还要拍戏，我要先走了。你知道什么是鸡排肉圆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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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排肉圆？鸡排肉圆吗？你知道什么是鸡排肉圆？鸡排肉圆就是一家店有卖鸡排，又有卖肉圆啊！你想要这个骗我对不对？这个搭配其实算是蛮普通的，没有什么好康可以算。我要走了。哎，看，怎样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我来回这样走来走去好玩吗？还蛮好玩的。也就是说。把两种台式小吃鸡排跟肉圆做完美的 mix 跟结合，创造出这种绝世好康的美味。鸡排里面有肉圆的味道，嗯，还是肉圆里面有鸡排的味道？应该说肉圆吃起来就像吃鸡排一样。有这种东西？对，你不是要拍戏吗？哎，没关系，回去拍戏。不是拍，现在就去拍，明天才拍到天荒地老都没关系。拍戏是明天的事，今天有今天的事。看看嘛，看看嘛，反正不是一下你老婆来，不是就一直要拍戏。不是不是，看看嘛，看一下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用看的哦，看，用看的，不能吃哦。就知道哈老大你无法抵挡这种好看。这家肉圆是台中在地人推荐的必吃美食，每到用餐时间，小小的店面就挤满人潮。大部分的肉圆不是油泡就是清蒸，但他们家的却是先蒸后炸，好不好吃多说无益，吃了就知道。厉害了，是啊，哎，是不是拥有鸡排的外皮？来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它那个皮怎么可以脆成这样啊？它除了拥有鸡排的外皮，我已经闻出来，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它的外皮闻起来就像炸鸡排的那个味道一样啊，很神奇啊。对，好香哦，是不是？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哦，炸鸡排，炸鸡排，对不对？你就很想说，炸鸡排，继续，炸鸡排，你那。还是保持的非常非常软嫩，甚至比一般的霸王饼还要更加的 Q 弹，好妙，好古灵精怪的一个霸王哦，很香，特别香，它的肉味道很棒，嗯，腌的那个胡椒味也是比较重，里面的肉那个胡椒味也是比较哎呦，你刚咀嚼的时候一对我讲话，我就闻到那个胡椒香，对，胡椒肉香，对，比较香一点，那个胡椒味感觉真的。可以把它腌过那个肉的那个肉汁的味道更凸显出来，哎，很好，这很好吃。来，换我吃鸡排了，不是，换我吃肉圆了。这就是鸡排啊，我还是说什么？它就是鸡排，原本炸出来就有那种非常好闻的那种油香味。对，再来它的那个酱，白酱，然后它的那个酱油，特调酱油。再加上这一些葱花下去，好棒，真的很棒。所以我说，你不是要拍戏吗？而且你有没有觉得，没有，不拍了，是不是？不拍。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的酱汁味道不是很重的？我觉得味道对，不是很重的。但是因为它的鸡排的皮不是鸡排啦，霸王啦，它的肉圆的皮已经很有味道了。再加上它的肉，它腌的那个胡椒味也比较重一点。所以它会因为这样，然后让它的酱汁没有这么没有，我觉得强烈的味道。这个肉圆啊，真的很过分，外皮像鸡排，它里面是胡椒饼的肉馅。哦，可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么说。再加上酱汁一起之后，它又回到霸王。可以这么说，对。根本是一只迷之食物啊！真的，可是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哦，天哪！这迷之肉圆用酷来形容，真的一点也不夸张。先蒸后炸才造就出这么金黄酥脆的外皮，里头的猪肉块用黑胡椒调味，口感扎实又够味，再加上店里的特制辣酱，又能吃到另一番滋味，吃起来更是过瘾啊！他们这一点的汤也不一样，什么叫不一样？香菇肉汤嘛，香菇肉，你说它是香菇肉汤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，那这是什么？啊，人家就叫香菇肉汤，他没有叫香菇萝卜肉汤啊。可以叫做香菇萝卜肉汤的话，那请问这个是什么？那请问这是什么？所以嘛，是不是非常好康？所以有香菇肉汤、香菇萝卜肉、香菇萝卜脆肠汤、脆肠肉汤。哎，对，但是他只有叫香菇肉汤，其他两个是送你的，并不是我们家的哦。这么多料，它要多少钱？35块。35块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的肉，怎样？很厉害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啊，因为他感觉他还有他这个也是有去炸过啊，炸过，他就等一下，
前后呼应哦。嗯，我们早餐的肉蛋是用炸排骨。哦，对，我找店家是有层次、有目的的。你看一下，你我给你看一下那个肉，这也是炸排骨。对啊，炸肉排，炸肉排。我的个天哪！哦，这肉很棒，赞吧！炸过以后，它外面那层果粉，再吸满了它这个汤。对对对，这个汤，玉米、萝卜、肠子、香菇，那你用想就知道，一定很甜很甜嘛，很棒。这个肉吃起来会有两个不一样，两慢慢的会呈现出两种不一样的味道。就是，所以我才说嘛，这家店莫名其妙。有没有一个一个好好的肉圆，你要做出鸡排的味道，然后又是胡椒饼，然后一碗好好的香菇肉汤，你加了一堆料进去，可是很好喝，都是为观，不都是为了那个顾客啦，对对对，顾客对顾客，来来来，好好喝，阿娘喂，说真的，这个汤我会为了光这个汤我就会来。它的汤除了萝卜的鲜甜之外，它还有类似四神的味道在里面。哦，因为那个肠子吗？肠子，然后肠子非常脆，而且完全没有不好，好吃，完全没有味都没有不好的味道。对，太好喝了。我才刚要说，它不是光是肉，它有用心下去，它里面每一种料，香菇也 Q， 然后香菇的香味也很棒，绝对是用我们台湾的香菇。嗯。除了肉很大块之外，你看它的芡会不规则的爬在上面，对，你还可以吃到那个薄芡的甜度跟味道，好棒！光是为了这碗汤，我就会再来。汤好好喝，哎呦，这汤好好喝，真的，必点。配上那个肉圆，哦，这拍戏了，好搭好搭。有，明天拍，明天拍。吃他们家的肉圆一定要配上店内经典的香菇肉汤，里面料满满满，汤头还是用大骨熬的，喝起来清爽不油腻，还带点鲜甜味，作为一天的 ending 再棒也不过了。这么多好康美食，真的是吃到赚到喽！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，下雨下雨下雨，赶紧走吧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再找你啊，拜拜拜拜拜。我钱包呢？那个钱包我怎么回去啊？神经病了。